觉得就是你刚才看到这个里面努力想方法去帮助妹妹解决问题，让她达成任务的这个迟疑，跟你之前认识的有没有差别？因为迟疑她这次选择的是做饭嘛，她做饭真的挺好吃的。以前我在半夜一两点饿了会把她叫醒，让她给你做饭，让她给我做饭。那时候我就尝吃她做的饭。他的感觉一直都是性格很好的样子，对，他是一直就会就感觉会为他人着想，明显可以感觉到他的个性很好，一两点被人家叫起来说哎做饭。